我的头发！啊！我的秀发！你没事吧？没事呀，没事。可是你的手机？没事，没什么大碍。温柔男孩，他也玩这个，绝对不能放过这个机会。找到了，哥哥，人家第一次玩，可以带带我吗？Yes。小心！哎呦，玩什么呢？这么着急，路都不看。当然是仔仔啦，里面有超多大牌，联名服饰，超级好看的人气地图，可以互动，最适合你这种宅女了。说不定还能因为他遇到心梦中的男神呢。我男神约好了，我先走了。我只想要自我的自大，我只想要卑微的落他。不如来个英雄救美。哎，小心！早知道你这么喜欢主动，我就不白费心思。啊！有趣。哎，姐，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你闺蜜啊？哦，你想救我闺蜜呀？告诉你，就这样了。啊！现在可以做我女朋友了吗？嗯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救命！报告了吗？是你。早知道你这么是非不分，我就不救你了，大妈。有病！又见面了，大妈。你陈丽，你竟然怕老板好，老板，大魔王。你还准备挂多久？那个都是误会，我先走了。既然你都是我大魔王了，那就把所有人资料整理给我大妈。你说我大妈，你给我等着。给你要的资料。真是个一次暴躁的小辣椒啊。你要干嘛？你说我想干嘛？不管，先跑再说。老板，你要的老板不在呀、啊。完了，这下我成了还魂行亲了呀。被人误会的感觉还算不错。恭喜二位抽中了年末豪华双人游，祝你们玩得愉快。看在豪华双人游面子上，我忍。没事吧？哦，没事没事。我的。啊，你。你睡沙发，我睡。哼。你想干嘛？孤男寡女还能干嘛？你不要乱来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喂，丢死人了！你干嘛？这么浪漫的豪华大餐，居然要跟一个大妈住？你给我等着！这是舍得拔毛了，不便宜吧？这些可都是我独家珍藏的旅行套装，是我试过所有花椰子产品之后专门人肉挑出来的组合，手残党完全可以闭眼入，体积小，携带轻便，无脑上手，而且成分非常干净，特别适合旅行在外。哦、你看，无论皮肤干湿情况都可适用的花椰子翡翠气垫，营造出的底妆细腻而生动，搭配手抖也不怕出错的眼线笔，能够轻松打造完美眼妆，加上顺滑后涂抹的同心锁口红，新手也能轻松变完美女神。你不是不会化妆，怎么还会打扮自己了？有了我的宝藏化妆品，当然不会翻车。只要点击左下方链接，就可以 get 我的同款新手化妆好物啦！来看看我的宝藏化妆品还有哪些，还能找到许多美妆达人的独家清单。宝宝们也赶紧分享给集美们一起参加吧！再说快过年了，还不得好好打扮自己？说不定在这里还能遇到我的未来男友。该走了，佳丽，我真的喜欢你，和我在一起吧。我们好像不认识吧？帮帮我，帮你，我能有什么好处？你说什么我都答应。成交。别再缠他了，他是我女朋友。受不了了，这个给你。双人游。你不说家里的新年愿望就是豪华双人游吗？到时候你就。我走我走我走。谢谢。一句谢谢就想打发我。那你想怎样？我后悔了。你没事吧？谢谢。你怎么在这儿？齐总，你好久不见啊，前女友。当初的豪门千金，现在这么落魄，是不是后悔离开我？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。齐
激动，这是家里的资料，除了日常工作他还兼职送外卖。这么缺钱的吗？是的，我还缺个秘书。哦，明白，立马安排。从今天起你就是总裁秘书了，去报道吧。这么迫切把我调到身边，无非就是想要报仇，那我就给你这个机会。总裁，你找我。一小时内把这些翻案处理完。好。等等，数据刚才更新了，半个小时内完成。啊？有意见吗？没。坏人倒有一套，老板拿不起。总裁，你要的文件，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。等等，去给我买杯红茶玛奇朵，去第五分堂。你应该不喜欢喝奶茶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我这就去。红茶玛奇朵，去第五分堂。等等，那不是我喜欢的口味吗？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总是冒冒失失。要你管，你干嘛？这是什么？没什么。你根本没有忘记我们的誓言。哇，好浪漫呀、啊！我也好想拥有一枚属于自己的恋爱钻戒。我不允许我的女孩羡慕别人。来看这里。啊，你什么时候买的？这不重要，跟我来。佳丽，这枚大钻戒绑定了我的身份证，一生只能定制一枚。虽然我现在没钱，但我会一直对你好的，成为我唯一的例外和偏爱，只做我一个人的齐太太好吗？嗯，我们的身份无关金钱和地位，只在于彼此相爱，我只做你一人的齐太太。那又怎样？我又……你难道看不出来我每天欺负你就是为了把你留在身边吗？我们不可能了。你要躲到什么时候？我说了我的第二，就别想再捅出我的小短信。各位高知大男性，你变个魔术。无聊。啊、你还好吧？我就不信我追不到了。男神、啊，你没事吧？啊、那个我还有事我先走了。好、哦、这样下去怎么才能追到我男神啊？你想追男神我来帮你吧。把他换上。不错不错，这次绝对让他对你刮目相看。这左一定要拿下他。果然在这儿，不如就来一个美女救英雄。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死。要来这么今天我来说，看我是不是真的。我就一辈子来找我吗？无聊。说好要表白的呢。那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我在躲什么？不应该错失这次机会了。